法庭认为陈水扁在叶盛茂隐匿情资部分触犯了共同图利、泄密以及洗钱等罪名，而陈水扁的太太吴淑珍、儿子陈志忠、媳妇黄瑞静则因涉嫌在海外开户、销户和移转被认定是洗钱的行为。另外，前总统府资政吴礼培也被认为涉嫌共同洗钱罪。目前台北地院已经移交地检署继续侦办。